倒计时五分钟，谁能出来就看自己了。没问题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提问：图片中的是什么公主？我知道，是白雪公主。回答正确，美人鱼的身体可以出来。下一题，图片中的奥特曼是谁？迪迦、艾斯、戴拿。我知道，是杰德。白雪回答正确，你的身体也可以出来了。耶，出来了，我就要超过美人鱼了。哼，白雪，你别得意，下次肯定是我赢。下一题，图片中的是什么游戏里的人物？迷你世界。不对，是王者荣耀。不对，是奇迹暖暖。不对，到底是什么游戏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是王者荣耀，就在评论区发送11；是蛋仔派对，就发送22；是蛋仔派对。回答正确。耶，安娜，小朋友们的答案是在告诉我。略略略，我先说出的答案就是我赢。那好吧，凯莉，就剩下你没有出来了。倒计时还有一分钟时间，时间到你们就出不来了，哈哈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僵尸在拖延时间，我们可以不答题，直接走出来。我们也出。哎，我们怎么走不出去？什么？我明明对你们施展了定身魔法，凯莉，为什么你能出来？因为你的魔法对我不管用。不会吧，黑暗之力，危险！凯莉，快跑呀！好累呀，小精灵，快去救救大家！僵尸太过分了，我要去惩罚他。还有10秒钟，你们就要被封锁在这个游戏的格子里了。10、9、8，僵尸不可以！糟糕，小精灵怎么来了？我跑！精灵之力，僵尸，你这个大坏蛋，竟然把大家封锁在游戏的格子里！哼，小精灵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哼，其实我就是故意的，我就想让他们被锁在游戏的方格子里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要不要原谅僵尸呢？原谅的话就发送000，不原谅就发送222吧，快在评论区告诉我答案。